这个球员很难投啊，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全力打到追平轰，哇，刚才讲这个球不好投啊，目标就是要敲一支长打。詹子贤在九局上半敲出了这一发全力打之后，双方回到原点，5-5平手。他打左投手真的是打得蛮好的，今天真的不打刚龙，反而上来打王维忠。对，哇，打了这么久，结果最后回到5-5，这个真的就是看界内还界外了。没错，打得有够远啊！哇，这好事，好事，好事那边打在标杆上了。王维忠被敲了一发全垒打。就确定。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节目《兄弟你来说》。